所以给大家讲，咱就是要展示咱的决心，来保护天空地，要保护要照顾咱的新北市，是够好无？家己的家，家己顾；家己的幸福，家己来争取；家己的国家，家己来保护。咱今仔有非常非常多的朋友来到现场，后边阁满满满。来请后边的朋友起来摇摇杆，跟咱拍一个招呼。哇，我唔得了，我唔得了，今仔发发紧张啊！啊，咱舞台边的朋友，咱嘛将起来摇起来，跟咱拍招呼好不好？哎，来先发练习一下吼。咱今仔来遮有一个非常大的共同环境，就是十月二七的时，气候蔡英文。我画蔡英文，大家画啥？来，蔡英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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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想，伫咧这个时阵，咱所期待咱的市长要来当选，但是上重要，咱的民意机关嘛爱甲咱同心、同力量，愿意扛蔡英文一块并肩作战的市议员们，我们也让他全雷打，好不好？我们也让民主进步党所提名的市议员候选人一起当选。这届选举不是给他选一个市长尔，这届选举要选一个团队，所以新北市不但要换人做看卖，更加换党做看卖。在咧关键的尾仔这六天，所有的朋友，咱爱提出咱所有的困难。无论你是吃头路人，你是做工的，你是农民，你是中小企业的头家，还是你是公务人员，咱拢同款。咱身为着一个台湾人，干哪有一个唔嘛？希望咱的子孙会当在这块土地安心来落土。民进党在三重埔罗州一区，这届罗总选出六六位非常优秀咱的议员候选人，咱也要共同来拍拼，不但市长要赢，议员也要全力打。所以第一位要来介绍是咱登记三号，也是咱现任。